今天就是投票日了，民众纷纷赶回户籍地要来投票。在金门，除了小三通船班航班一位难求外，连机车停车格也都客满，竟然就出现民众担心没有停车位，骑着马前往投票所的奇景。我们来看一段当时的画面。从画面上可以看到，马儿踩着轻快步伐，马蹄声还不时发出哒哒声响。一名男子就这样坐在上头，穿越在车阵中，要到金城中正国小投开票所投票。根据了解，40多岁的王姓男子担心骑机车会没有位置停，才突发奇想，花了30分钟从西沙后沙湾骑马场骑过来投票。这稀奇特别的场景也引来不少民众好奇，统统拿出手机记录下有趣的一幕。但也提醒民众了，这样的行为虽然缓和了紧张的选战气氛，但骑马上街恐怕也会违反道交管理条例，还得缴上罚锾。以上是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消息，镜头交换给棚内主播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